的哦，今年要暖冬，樱花哦，都会给我红花。不但是樱花，别种樱花也一样，因为天气很冷，你因为尤其樱花就是要冷，天气冷才会落叶，落叶完才会开花，这个就是一个特色。啊，今年因为闰月，闰六月，我气也得气节关系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我们里面的这个是沙尔跟基野的品种的樱花哈，啊，颜色的相近，半个多月，哎，现在也是开始开，一定开始，那会影响，有一点，一定影响。喂，然后队长，对，你去。今天下午的，春天过五年都变化很大，而且不像以往说，也不像分类的出来，啷冻这样。嗯，那个一两天就温度又高升了，27度到28度。原因哈，我都不想要白来。樱花，而且樱花的这个季节，樱花的影响最大。樱花呢要叶子落掉才会冒出的花苞出来，尤其山樱花哈，山樱花本来都是农历过年过后就开始开花了，就到月份就要叶子就长出来，可是有的到刚开始刚，因为山樱花也是刚开完，澳门这里种的就是沙尔跟基野这个品种，都比较说在花期比较晚。现在跟像我们比较山上天灵宫啊，我们弄像这种品种，现在正在盛开，所以哈、我们山料师傅还有板樱花机友还没樱花可以看，但是我又在我们的我们报道说，只是延货，花期都不会不变，因为花苞很高，它现在目前已经正在盛开，它在我们四位天宫啊，还有我们四位天宫的状况。就是来我们希望这个赏樱，好、把握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盛开。那、我们这里交通，我们那边的就是坐板南线的海山捷运站三大出口，自己过来就看到樱花了。想问你长，就是那这样的一个花期算延后，那现在花正盛开，那这样的一个盛开的景象大概维持多久？假使没有下大雨的话，樱花这个是。大都有风有下大雨，就会很快的落叶啊。假使天气像今天这样，会保持到10天左右。那到下个礼拜六、礼拜天还会非常的茂盛。因为我看看我的还有花苞还没冒出来，差不多已经开了八成了。现在的花苞已经开了八成。好，谢谢你的。对啊，恁老公妈在旁边无咧吼，惊讲落大雨啦。啊，你问你叫他观众咧？问你想问你们什么？农历啦，农历啦。对，刚才你讲农历啦，三种。